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。今天我们来玩一个经典的老游戏。如果对三个，就是会给大家提供一次火锅随便点的机会。哦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让我想起了上次的一千元。哈哈，我是说给我们一千元，我随便吃，随便。结果这个券上一千元，没菜对吗？你们请，没菜就没有。来决定一下顺序，怎么样？现在就一起人了。对，好，厉害，舒服。哦，舒服，舒服。你这边先别唱，别唱了，别唱了。不是可以把音乐关了呀？怎么关音乐呢？三个字，就这个有什么办法？你可以三个字，第一个字。冷暴冷指冷背。你再这样你直接乱说啊。动一三个字，三个字。哎，这那个冰敷贴，我是黑冷啊。暖宝宝，谢谢你啊，你看我心有冷气啊。搓澡搓背啊，暖脑。四个字，四个字啊，这个挑战量，四个字啊。牛奶，牛奶卖，还有五秒。牛奶卖啥呀？牛奶卖，行的。牛奶卖馅儿，死过瘾。牛，哎，奶怎么做嘛？奶水，卖牛奶，买卖牛奶。时间到。爱情买卖，小朋友。枪，八个字，七个字，我笑起来真好看，还挺押韵。什么东西啊？我脸。还有十秒。你点头吗，小马？我可爱，我可爱。行的，停止。什么东西啊？就是。来，准备三二一，计时开始。我没。你直接查掉，我直接往后就好了。几个字？几个字？我。无理取闹。八个字，七个字，七个字，谁呢？